audio jump 大家好，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，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。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《浪姐二》成团夜剧本痕迹明显，那英 C 位，张柏芝落选早有预谋。说真的，去年的《浪姐一》我是一集不落全看了，但是第二季的《浪姐》。 我确实只是偶刷视频的时候才会看一眼，而当初看到第二季浪姐阵容的时候，我就预料到了最终会成团出道的几个人：那英、歌坛天后、音乐圈大姐大，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都是当音乐导师的人。 本身节目组能邀请他出山来参加这档选秀节目，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但是节目组不仅仅做到了，还真的让那英又唱又跳，全心当了一把学员。为什么一位歌坛天后肯拉下脸来干这事儿？ 他一不缺钱，二不缺工作，能让那英过来参加节目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节目组在找他来参加节目的时候，就跟他签好了 C 位出道的合同。只要那英来，不仅仅曝光量管够，钱也管够。 最重要的是，还让你做一群女明星的大姐大，抱着重新火一把的想法，抱着能够洗白的想法，那英来了。而且，确实这一季《浪姐二》让观众对那英慢慢有了新的认识。 豪爽直率，关键是那英没有第一季的宁静那么难搞。节目组让她干啥，她就干啥，和周笔畅的队伍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当然，最好玩的是，那英也知道自己的人气赶不上周笔畅，所以在拉票环节，他也是人间清醒。 主动邀请了肖战和龚俊这两大顶流给他打 Q 拉票，也正是在这两位人气偶像的帮助下，那英最终才有了昨天成团出道的时候力压周笔畅的可能。有剧本，有实力，再加上拉票帮忙，周笔畅能够 C 位出道，我是真的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。聊完那英，再来聊聊张柏芝。 确实，就像张柏芝说的那样，她十八岁就能跟周星驰合作《喜剧之王》，十九岁就能凭借一曲《星语星愿》站到金曲奖的领奖台上。可以说，张柏芝在电影领域和歌坛都有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度，再加上她和谢霆锋的关系。 更让他衣食无忧。那么，为什么他要来参加《浪姐二》呢？他是真的想要成团出道吗？其实看过张柏芝几次公演片段，就能发现张柏芝完全就是节目组请来的一个工具人，全程划水，全程不认真。但是没办法，节目组就是需要他。 节目组就是需要这个话题女王来制造话题，所以张柏芝能杀到总决赛，最后却在成团夜落选，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平常的时候用张柏芝来吸引粉丝和话题，成团夜的时候又让这位根本就不想成团、根本就不想出道的工具人顺利落选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 毕竟张柏芝就因为上了一趟《浪姐二》，立马就新接了几个代言，可以说她要求的东西也已经达到了。吕一确实让人意难平。这一季《浪姐二》其实是有黑马的，那就是吕一，能唱能跳，她拿的完全就是上一季蓝盈莹,莹的剧本，只是这一次她的运气似乎没有蓝盈莹,莹那么好。 虽然顺利杀到了总决赛，但是他却站错了队伍。如果他是站在了周笔畅队伍里面，可能他就顺利出道了。可惜的是，他不仅仅站到了那英的队伍里，而且最终比赛的时候，居然还是和人气王周笔畅对决。所以，当我看到周笔畅出场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看到了吕毅最终的结局。不管他唱的有多好，不管他跳的有多好。 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子，不红的人想出道确实挺难的。但是这就是现实的生活。虽然人人都夸吕一是黑马，但是他注定了走不到最后。王鸥让人意外。如果说这一季《浪姐二》有意外的话，最让我意外的还是王鸥，唱跳王鸥都不是最好的。最关键的是看一看最终成团名单。 我们就会发现，七个姐姐就她一个人是演员出身，其他人都是歌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王鸥居然是演员中唯一的幸存者。胡静也好，吕一也好，这些姐姐们哪一个不如她？但是她就这么杀到了最后，她就这么走到了成团。只能说实力她是真没有，但是运气她是真的有。 再一个可能，就像江湖传言的那样，背后真的有资本在捧。毕竟王鸥身上的黑料可不少啊，单一条她当年和刘恺威的夜光剧本事件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说清楚。她还能重新出道，确实让人有点意外。所以总结来看。 这一季《浪姐二》没有第一季的热度，确实是有原因的，剧本痕迹明显。看了姐姐的阵容，就知道最终成团的会是谁。这档节目真的应该反思。